要松软不懈，啊，就骨子里边还要有刚劲在里面。大家这个动作呢，田老师可能就是因为是老架子，就不是这样了。啊，但是他可能是有点技术的。对，哎，也就是大家呢，把这个拳呢舒展一点，羊肉缠的架子，哎，均匀一点，嗯，都是。将来天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专门给大家，咱们可以去讲讲课。就是不要太那什么了，哎，这个手呢不要太松了，就实际上不叫松，叫懈。再一个就是你把每一个动作做到位，因为你这个气，哎，就是你的时间，你的肺活量，就是不能停，但是要到位。很多同志因为连绵不断呢，没有到位。就是不要急，把这个拳呢，你要打到你这个气沉，哎，你完全沉到了，沉到脚底下了。哎，不要着急，每一个动作把它做完，还不要停。哎，你看到脚上踩回来。哎，这叫双踩履，两个手都在踩履，捧出去。这回来以后，这个踩履，对方打你一拳，把它拨开，然后再打他。哎，这叫洗手，哎，洗手，如风拭臂。经典的就是，哎，这又变成一个道了。到点红，这个别着急，哎，不要着急，每一个动作，咱们自己练的时候，将来你要有气的话，是气要沉到了脚底下以后，它要协调性。哎，到了，走，这个有几种做法，这个，这是一个擒拿，哎。哎，这是一个靠近，哎，靠近，手七星式也叫手挥一八，互肩互肘，提挑，架打，云手。哎，这是个擒拿啊，这个云手，和杨氏的所有的拳都不一样，哎，这两个手一定要在斜方，哎，在这个位上分手，哎，啊，在这个斜方分手，哎，这手要走要规矩，习近平主席说守规矩，是吧？啊，一定要守规矩，哎。别着急，这个动作你看，走，提挑，上棚，哎，分脚，我这裤子不行啊，分脚，落下来，这是个擒拿，哎，高探马是一个擒拿，也可以打，哎，上棚，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棚够，不要，哎，这个脚。这个裤子不行，我这脚就不要起来了。现在的裤子都是短裆的。哎，你看，野马分鬃，一动，二动，三动，靠，一动，二动。三动，好，好，第三个叫接手，所以大家呢，就是接手，
玉川说找尖头，哎，三丫吸这个动作过来以后，这是一个一二，大家都转的少了，转到脚上，从这个脚再打回来，太极拳讲究八门五步转身，你看转到这一个脚，这个手洗过来，中线对着这个脚荡开它打过来，还有一个，你看对方打一拳来荡开，又打一拳来荡开，然后给他一掌，荡开踩理他，踩理他荡开横出去打他。这个东西有几种做法都可以，一般你们练是这样的都可以，来下来，你这脱的裤子没办法了啊，来下来，几种练法，一我练的是斜捧劲，哎，是这样子的，踩按躲闪勾手起脚，这是迎面掌，伸展一点，这是双护手，哎，摆莲大捋，捋这儿，捋这儿把它捋回来，这过来以后大家这个动作打得不好啊，这个叫踩捋，对方打一拳来，或者什么，把他抓过来打，这是我们无视的无视的关公射虎的这个特点，就是转身或者要反身，铁身锤一拳五掌，来高探马，这是一个。这是一样的，不过一个顺序。抬肘、推掌、勾手、退步，来，起飞丹田。